素来辅助我。上主，你是我的助佑，我的救援，求你不要迟延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今天的读经一，我们将听美色的姐姐米利亚跟亚郎，因为美色娶了库色的女子，但是天主显现给他，他们就有一些话要针对美色。他的妻子不是犹太人，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是为什么天主显现给他呢？那因为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讲有关美色有的没的，所以天主就邀请他们两个人来到会幕里，天主就教训他们这两个人。他说，很多很多的先知我会透过梦或是显现给他，但是每次是不一样，我面对面跟他谈话，每次是我特别选择的一个仆人，你们为什么对他有这些闲话呢？所以米利亚他就生病了，他就生病了，是天主惩罚。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团体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人，我们对他可能有一些的疑问，为什么天主会用他这个人呢？在我们的眼中他应该不配，应该是别人比他更好。天主邀请人的时候有他自己的标准，不是以我们人的标准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求你广施仁慈，扶助你的仆人们。我们深感荣幸地承认，你是创造和主宰宇宙的君王。求你改造我们，并保护我们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户籍记。那时候梅瑟娶了故事女子，因此米利昂和亚郎批评他说，难道上主只和梅瑟交谈吗？他不也和我们交谈吗？上主听见了这话，梅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，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。上主忽然对梅瑟、亚郎和米利昂说，你们三人到会幕来。他们三人就去了。上主乘云柱降下，
停在会幕门口，叫亚郎和米利亚，他们两人就走向前去。上主说：“你们听我说，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位先知，我会在神事中显示给他，在梦中和他说话。但对我的仆人梅瑟却不一样，他在我家中忠心可靠，我和他面对面明明地说话，不用谜语，并让他看见上主的形象。你们怎敢出言反对我的仆人梅瑟呢？”上主向他们发怒，然后就走了，彩云也离开了会幕。米利亚就突然生了麻风病，像雪一样白。亚郎转身看见米利亚长了麻风病，就对梅瑟说：“我主，恳求你别使我们因为愚昧犯了罪而受罚，求您别让他像一出母胎就腐烂了一半的死胎。”于是梅瑟向上主呼求：“天主，求你治好他吧。”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天主，我犯了罪，求你怜悯我。天主，我犯了罪，求你怜悯我。天主，你是仁慈的，求你怜悯我。您有丰厚的慈爱，求您消灭我的罪恶，求您洗净我的过犯，消除我的罪愆。天主，我犯了罪，求你怜悯我。因为我认清了我的罪过，我的罪恶常在我眼前，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我做了你视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你在判决时显示了你的正义，您在断案时表现了您的公正。天主，我犯了罪，求你怜悯我。天主，求您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在我身内注入坚强的精神，求你不要驱逐我，疏远我，不要从我身上剥夺您的圣神。天主，我犯了罪，求你怜悯我。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。您是天主子，以色列的国王。阿肋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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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群众吃饱以后，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，先到对岸去，等他遣散群众。群众散开了以后，耶稣独自上山祈祷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。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，因为逆风，船受到波澜的颠簸。天快亮时，耶稣步行海面朝他们走来，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，
就很惊慌，说是个妖怪，并且吓得大叫起来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：放心吧，是我，不必害怕。伯多对他说：主啊，如果是你，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。耶稣说：来吧。伯多就从船上下来，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，但他一见风势强大，便害怕起来，并开始下沉，就大叫说：主啊，救命啊！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：小信的人啊，你为什么怀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停了，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：你真是天主子。他们渡海到对岸，到了该奈撒勒的地方，当地的人认出是耶稣，就派人召集附近各处所有的病人，带他们到耶稣面前，求他允许病人只抹抹他的衣服的碎子，凡是抹过的人就都好了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们对伯多禄的认识，在十二宗徒当中，他就是比较聪明的一个人，有什么事他就马上做，他不会怕，也可以说是比较冲动一点，他先做事，后面才去仔细的想。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认识这个伯多禄，伯多禄是整个的教会的磐石，他在这磐石上耶稣建立他的教会。伯多禄是的确是一个伟大的，在我们教会伟大的一个人，但是他的伟大是因为之前他经过了很多很多 的磨练，他有成功也有失败，成功与失败是带领着他到最后他可以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磐石。有一个小故事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很喜欢，如果他们要旅游的话，他们就会很喜欢要买一些杯子，如果看到了漂亮的杯子，他们就要买带回家。有一次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看到了一个杯子，非常非常特别，非常的漂亮。他们一看到，他们说：哇，这个杯子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是不一样，我们没有看过这么的漂亮的一个杯子，我们一定要把它买下来。所以他们把这个杯子就拿了就看了，那这个杯子就开始跟他们谈话了。这个是故事中东西也可以说话的。好，杯子他就跟他们讲话了，他说：我不是一般的杯子，我不是一般的杯子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来这里的过程是怎样的。我本来是一对土，红色的土，我很开心的变成土，但是那个陶作者那个人，他就把我挖起来，把我带走。我那时候就很生气，为什么把我带走？我可以在这里跟我的自己的家人在一起，这个是很幸福的。他就把我带走，我哭着哭着，我跟他讲说把我放下，但是他说不，我对你有一个计划。以后他把我带走了以后呢，还把我打了打了打了，又揉了揉了，那很痛啊，很痛啊！我就说不要这样做，很痛啊！把我放下，
但是我看了这个人，他的脸是看着我，一说还没，他摇摇头说还没，所以我揉忍着痛，让他继续这样的把我揉揉。以后他还把我放在一个机器，这个机器一直在转转啊转啊，我说我头晕了，我头晕了，放下吧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但是我看这个人，他看着我，他也是摇摇头说还没。后来他把我放在非常非常热的那个烤箱里，哦，这个是地狱吧。我在里面的很大声的说，把这个烤箱的门打开，我一直敲打，把我放开。但是呢，我从里面的这个玻璃，我看到这个人在外面看着我，他也是一样的摇摇头说还没，还没。终于把我拿出来，哦，好舒服了，没有这么热了，很舒服了，感谢天主。哎，没想到这个人还拿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油漆啊，在我身上在那边刷来刷去啊，这个油漆的味道，哦，真的快要我这个快要窒息了。我求了，求求你放了放我。他看着我，摇摇头说，还没有。终于刷完了，我以为快要放我，放下我，没有，再一次的把我放在烤箱里。那个的热度比之前的更热，这个是地狱，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了。我求求求求你，求求你放开我，但是他说还没。到最后，他就打开这个烤箱，把我放在旁边，等我变凉之后，这个人他就拿个镜子给我看。他说这就是现在的你，这是现在的你。我一看到了，我说不会吧，这个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，我的样子不是这样的。那如果真的这个就是我，我太漂亮了，我太漂亮了。那这个人就说，对，我知道，我把你从你的祖先拿出来，从你的家乡拿出来，你本来是在那里，但是我拿来，因为我有一个计划，我知道你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。我把你打揉，的确是很痛，但是我知道只有这样做，你会变成现在的你。我把你放在烤箱里，非常非常的那个，它的热度是非常非常的高，我知道你受不了，但是为了今天的你，要经过这样的。你差一点快窒息了，因为这个味道太重了，当我在你身上要涂油漆的时候，但是因为是这样的，你才变成这么的漂亮。所以现在你就看到，这就是你，你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痛苦的经验，经过了痛苦的经验，就变成是今天的你，你所看到的漂亮的你，你就是在我的计划中。所以从这里的故事，我们可以回顾看伯多禄，在今天他看到了耶稣在海面上，在水面上行走，他就很冲动的说，主啊，让我也跳下去吧，在水面上要走。耶稣说你来吧，他一这样的走，他的信心不足，他就开始沉下去了。在很多很多的地方，我们看到伯多禄，他的冲动，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任不足，他甚至也出卖了耶稣基督，不是出卖，否认了耶稣基督，有很多很多的失败。那这失败等于是他的痛苦，只有经过了这些，他就变成很稳固的，在这个磐石上，耶稣基督就建立了我们现在的教会。我们自己可能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痛苦，我们就求天主，天主求求你，够了，我已经经历了许多的苦，够了。但是天主
有他的计划，我们等待吧，忍耐吧，可能是最后我们会看到最美的、最漂亮的我们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丧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See you.